你们去食堂了吗？你想吃什么？馒头。嗯，去买馒头。好，我马上来。不好意思啊。是吧？文月，是你撞了吧？不是，我刚刚就轻轻碰了一下，他也说没事了。行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应该是中暑了。大家都散开，散开，患者需要通风。玲玲，啊，去取点凉水和棉布。哦，好。阿姨，给我点凉水和棉布。要不让我来吧，你女孩怪不方便的。患者面前分什么男女？哎，今天多亏了两位神医啊，不然我真是跳进黄河都行不行？今天所有吃的都我来请客啊。好啊。哎，这个吧。这个不好吃，我带你去吃更好吃。走走走，来，我来请客，随意挑选。哎，这不行，这太贵了。那边，一人一样。我来帮你们选。你感觉起人来挺没诚意的。没诚意吗？哎呀，对，金钱这种东西确实体现不出来。以前我哪在乎这点小钱呀，现在倒好，3块钱都要掰成好几份来用。哎，你们知道吗？学校食堂的馒头1块钱就可以买3个，再加上没有蛋的蛋花汤，我1块钱就能吃饱饭了。你不会本来是个富二代，后来做了亲子鉴定，发现自己不是亲生的吧？亲子鉴定倒没做，所以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亲生的。不过亲生儿子哪有不给生活费的，你说是不是？那你妈为什么不给你生活费？她想让我听她的话，出国上学去，然后回来继承家业什么的。我觉得挺好的呀，你为什么不去啊？在这苦哈哈的过日子啊？为了我学艺术的女神啊。吃吧。